世界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妙行世界没有魔障，为什么？所以各位呢，诸佛名号功德品说啊，再多的魔，只要听到阿处如来然后的名号，魔都退散。为什么？持戒圆满，无嗔啊，这种不生气，忍辱圆满，所以降魔第一。那大宝坊特别在21世纪，希望大家多念不动佛啊，降魔，而且超度那些自杀的、忧郁症的、堕胎的这些比较难处理的，因为持戒的力量。所以我想各位，那我们平常生活守戒律，然后呢降伏这些嗔恚心，那基本上那你就不会有这些身心的障碍，而且你走到哪里可以帮助对方，一个心灵平静的人会让别人平静。所以佛陀说，一个断除贪欲心的人走入市场，市场在赌博的人马上无有赌心哦，影响他。一个断除嗔恚心的人，那走入嗔恚有战争的地方，那他们的嗔恚对立可以消除掉。所以佛的力量会不会改变世界啊？会啊！哇，慈悲的力量，有魔来了，有苦来了，一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个苦啊、海魔啊，都可以消除掉。所以人的心可以帮助别人，可以改变世界。好，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赖全益副教授。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、慢性疾病或需进出医院等高风险场所的民众，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，且使用一次后急需丢弃。那一般民众在户外或低风险场所短时间佩戴的医用口罩，能不能重复使用呢？依据本团队研究显示，用电锅无水加热可以达到杀菌效果，且经食药署进一步评估，不会影响口罩的过滤效率。将锅架及内锅依序放入电锅，再平放口罩，盖上锅盖，按下电锅开关，等约3分钟，待自动跳起，再静置5分钟，就完成了。每个口罩最多重复杀菌3至5次，急需丢弃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医用口罩还是以一次性使用为原则，有破损、脏污或进出高风险场所佩戴的医用口罩，用过后请丢垃圾桶。胎儿求救。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，主角就是这位林美惠女士。林女士婚后生了2个女孩，第三次怀孕时，因为害怕又生女儿，就和丈夫商量把孩子拿掉了。这一次是她第4次怀孕。宝宝呀，你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呀？希望这次是个男孩。万一又是女孩怎么办呢？你说这孩子我们该生下来吗？我们家已经有2个女孩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觉着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孩子拿掉吧。啊？再说我最近上班很忙，暂时也不想生孩子。唉，好吧，等过几天我有空时就陪你去妇产科拿掉这孩子吧。
然而就在林女士做出这个决定的当晚，她不知不觉做了一个梦，不同于以往模糊的梦，这个梦异常的清晰。在梦中，她看到了观世音菩萨身穿白衣，非常庄严，接着天空放出一望无际的光明，面对这个境界，她感到非常欢喜。好庄严啊。妈妈，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叫我妈妈呢？妈妈，我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啊，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万一又是个女孩要怎么办呢？妈妈，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不行不行，万一又生到女孩子该怎么办？不行不行不行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只是做了个梦。哎，真的不要紧吗？真的没事，快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。当时李女士并未学佛，也不在意这个梦兆，依旧照常上班下班。你们两个在家要乖乖的听话啊，妈妈上班去了。妈妈，我们会乖乖的，你放心去上班吧，再见。下班了啊，我们快进去吃饭吧。奇怪的是，到了晚上，林女士又做了同样的梦，只是观世音菩萨不再显现啊。这次她直接看见一望无际非常耀眼的光明啊。这不是昨天梦见的地方吗？奇怪，观世音菩萨怎么不见了呢？妈妈，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说过不行了，万一又是女孩怎么办？相同的梦境大约持续七天左右，小女孩总是在祈求得不到回应，就消失于梦中。第七天晚上，梦中的小女孩又来了，仍然很诚恳地祈求让她留下来。妈妈，求求您让我留下来好不好？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天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要再求我了。那个声音不断地反复请求，林美惠也一再地拒绝。最后那个声音说了一句话后便从此消失了。妈妈，求求您让我留下来，我会很乖很乖的啦。我跟两个姐姐不一样哦。啊啊啊！跟两个姐姐不一样，莫非我肚子里的是个男孩？林美惠梦醒后就和丈夫商量，谈论这几次特别的梦境。连续一个礼拜以来，小孩子都这样一直祈求，而且还说和两个姐姐不一样。他们认为这次应该会生个男孩，所以便决定把孩子留下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吧。然而后来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孩。哎，还是个女孩。但这孩子从小就和佛菩萨有缘，对三宝深具信心，在他幼小的心灵就知道要慈爱众生。奶奶，您抓这只大公鸡要做什么呀？我正要抓来杀，煮好后我挑只最大的鸡腿给你吃。你们杀大公鸡，以后大公鸡会找你们算账哦。啊！等到小女孩四岁时，有一次
他对李女士说道：妈妈，如果您去出家，也要带我一起去出家哦，我不要像两个姐姐一样嫁给别人。啊？难道这就是他在梦中所说的自己和两个姐姐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将心比心地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胎儿，我们在母亲腹中最希望的会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希望母亲能孕育我，照顾我，使我有做人的机会。以佛法来说，多劫以来众生轮回六道，如果好不容易得到人身，有机会培养智慧和慈悲，以成就生命的大义，那该多么感谢母亲啊！所以，使我长大成人的母亲就是我最大的恩人。如果母亲把我扼杀胎中，那想做人的机会也就没有了。万一又堕落在三恶趣中流转受苦，那将又是多么的悲惨啊！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